迎收看这个康水三宝，每周大家最爱三宝又来。那今天会带来什么精彩三宝呢？那我可以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还没订阅康康，赶紧订阅一下，小铃铛按下去，看到更多三宝的影片。那当然，你也可以用一个月一杯咖啡的钱，好好赞助一下康康，去看看更多更多血腥暴力的三宝，好不好？加一下会员嘛，啊，支持一下 ，OK 的。那三宝因为持续有在投稿，那就是康康拜07，有资源点开有个 mail， 好不好 ？mail 给我，不要投稿 H， 不要投稿 F， 因为我不会去收。好了，不要不要，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这是迪化街呀哟，这我知，这我知，喂，是不是如此的有教育意义？但是我只能说，这位大大，您反应真快啊！啊，再放一次重播那个瞬间，我靠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他看，来来，再看一次。一开始我是左边的汽车，结果不是，这家伙左转灯打了右转，然后追。哇塞，这个速度直接杀到前面翘起来，后面的啪啪啪啪，哇塞，厉害了，反应够快啊，我喜欢，他骑蛮快我觉得，但是他刹得住，了不起，负责，厉害。为什么要放第一个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很多这种东西，车子之间车他就直接转了，突然骑一骑，干远从车缝出来，死角看不到，看不到死角，这样就是你就会意料之外，意料之外这样运气不好，掐下去前刹滑倒，不然这样直接吓到撞下去。第一个永远都是极度的教育意义，告诉大家。来，第二个，厉害了哦，我们三宝终于进化到用走的也可以遇到三宝啦。对，其实我先私心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非常的巧。但是有人更好奇的是，我不小心在偷看他们对话记录，有在看他们他在打什么，或是那个人讲什么的，请自己自首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人性啊，就想要看人家的隐私啊。我刚在那边说，哎呦，这聊什么可以打这么多字这样子啊？这是 D 卡还是什么的吗？不是重点，来，再开始。喂，虽然这一个车祸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，但我大胆预测，我猜应该是速差，所以才会追撞。那追撞为什么要追撞呢？为什么会有速差呢？因为可能前车要礼让行人，所以他减速了，后面的车不知道加速撞上去。哇，天哪，我太厉害了吧，我太厉害了吧，你们觉得是吗？但是再怎样都不应该要偷看人家在手机画面哦，不行 bad。喂，哇，啊，警察伯伯你这样啊，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啦。我这边分享一件事情，礼让行人这件事情呢，你看拍摄者直接礼让了，就没想到呢，警察先生直接吐。你有看到有没有？他出现以后呢，过去的瞬间他也慢了，因为他想说啊，哇塞，我没礼让啦。其实现在呢，台湾在处于一个转换期啊，礼让行人这件事本来就是刚刚讲过哦，人本交通嘛，我们都应该要礼让行人，行人最大哦。那当然，行人的素质以及驾驶素质，我们都需要时间拉起来。那你刚刚你会礼让行人吗？基本上我现在只要是速度刹得住的，我都会礼让。只要他很远，我基本上我不会让，我就先转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。我呢？只要遇到那什么人行道已经红灯了，但他还想走的，就是就像是他人行道已经红灯了，正常的道路还在绿灯的情况下，有人会想要再走吗？有的车觉得哎干，我要让吗？他还想走，我就不行，我坚决就是要让他知道我就是要过了，因为这样，假如就让都让，让不完呐、啊。但是在斑马线上面没有红绿灯，该让就该让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这东西需要时间，所以也不要怪警察伯伯啦，我知道他还在习惯呢，他也知道他犯错了。好 ，OK， 下一。这个厉害哦，眼睛请睁大，完全哇！你看，吓爆！到底班主，来，再开始，来哦，眼睛睁大哦，我再放大一点给你看哦，你们看一下发生什么事。左转，然后就喂，什么都没有，突然有台车出现，凭空，知道什么？三宝过洞，来，这个三宝进这个洞，这个三宝再进过这洞，来，这边拆几个三宝，哦，没有，就是这样子，再看一次。三宝都有魔术啦，
厉害了吧？这个就是死角的一个体现。什么叫死角体现？就是我这个视角，我是拍摄者，我是骑车的人，为什么看不到那个人？因为他完全完美的，一分一毫都完全没有差的，直接是被那个左转的阿伯挡住了。哦，就是这台车其实要撞的那台车，其实它是很快的逼近。那阿伯转了以后呢，他刚好是完美的重叠，很快。然后挡住拍摄者，挡住拍摄者，然后啪撞上去。卡修金，天黑，视线不好，阿伯直接出来，直接转弯，直接撞屁股。好，下一个，该来的还是躲不掉。狗狗，狗狗，狗狗，最讨厌路边爱吠的狗狗了，还是狗狗。OK， 然后，哎呦！对啊，这笑是有点地狱啊，通常只有在会员才敢这样笑啊。是的，该来的还是躲不掉，这没有防御性驾驶啊。说实在，这冲出来的哈，我只能告诉各位要有心理准备，就是在这种乡间道路，有时候会有野狗或者野生动物的，就是稳住车身，眼睛一闭啊，不要真的闭眼睛啦，我只是那种心态上、就是你就不要慌，也不要乱，就直接过去，没有一定摔车的啦，我只能这样分享。好了，下一个，我最不乐意走这条路，没有红绿灯。我直行还得让他们，你看又来一个，让他过去吧。对岸的嘛。我操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操！我操！喂，咱们强国就是这样，硬气，大家看得懂吗？来来，我最不乐意走这条路，没有红绿灯，我直行还得让他们，你看又来一个，让他过去吧。他让了，他让了嘛，摇下来。我操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操！他是这样过来啊，过来啊。他说：“我操，什么意思、啊？这个要求我没听过啊！我操，这个底气啊，肯定是只有大陆才有的、啊、哦。因为我们台湾人呢，友善包容嘛，三宝多归三宝多，但是我们说实在啊，我们人善良，但是呢，讲难听点，俗辣。大哥，您给力哦，您硬气，我佩服您。我遇到这样的人的话，我可能还不敢哦。我操，我还不敢这样子。”哦，我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哎。来，大家你们觉得，如果是你们遇到这样的人，你们会怎么处理？下面留言。来，下一个。是的。对，我今天到现在还没收到任何一信名单。好，应该是在讲电话。喂，朋友，天哪啦！他中下啦！为什么没看到？抱歉，叫警察了啦！哇塞，那多少？你没看到。这个等一下要等原厂报价啦。哦，车那么贵、啊、哎呦，车这么贵哦。你什么时候不撞你撞轰打的车、哦、那个前面起码4000起跳了啦。哦，4000起跳了。就等一个月啦。哦。哇塞。哎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什么叫警察。四轮嘴脸撞到 UP 机车而已啊。啊，一两千而已啊！啊，给你个一两千块打发一下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哎、欸，这个要叫警察，为什么？啊，这很贵啊！啊，这很贵啊！大哥，三宝啊，碰到钉子了吧？啊，您在这个路口想带转啊？啊，在这路口随便把苦，都会吃到闭门羹啦。有时候都还冲他小，他在一个路口，在一个完全是真的路口的地方，然后突然倒车。他想，我觉得他想带转，他想直行啊，哦，但是居然没看到，到底有多少人开车真的是觉得说阿古也不用看后面的？最近康康开车很有心得，就是满满的厌世，有机会再跟他分享。下一个，对我赶快控。哦，这个哇，厉害了！这个是什么看不到的路线？是跑跑卡丁车有没有？就是那种隐形长路线那种，哎、欸，这样下去可以直接省掉五个弯。我只有这个想法了啦，不然我实在不懂啦。来，再看一次，厉害了！我赶快控。他是如此的有自信吗？哇塞，哇哇！大哥，你要去哪？没有，这个比较快啦。就是安呢，我猜啦，我认真讲，他应该是想超车，然后就踩得很快，然后就后来发现收不住了。但是，来截图一下，他飞出去那瞬间，他没有踩刹车、欸，哎，他是全油门呢、欸。他是真的想飞，有隐藏路线，觉得是隐藏路线的，下面留言，下一个。来，丫丫的战争，前面那台丫丫要右转打灯。是的，我怕大家没有看到重点，所以直接先讲，只是丫丫的战争。好、哦，那个车切进来，前面的丫丫切进来了，他闪他了，看到细节，灯有这样亮一下，他决定切出去，但那台又只被闪了一下，不爽，哇，丢东西了。哇，15公斤，哇，15公斤。哇哇哇哇！
帅帅帅！来这能来亚瑞斯，我 QQ QQ QQ， 里面有鬼吗？请支援书里。哇，你看数字哇，好想看完，那我活生生出现在我的那个眼前啊！哇，帅死！然后来，首先，那这台车呢，他先切过来。结果有一台车呢，超过他以后，就我判断啊，以他那个距离来讲，应该是蛮近的。好，前面那台那个15公斤压压呢挤进来了，所以可能后面那压肯定不爽嘛。哎，干嘛闪两下？这就是台湾道路的素质啊，三宝素质嘛，被闪两下直接线断了，断了以后这样直接切一路肩，摇车窗丢垃圾。哇塞！而且这样，来告诉各位，假如哎，这个有国外观众跟他讲，哎，为什么他要继续待在路肩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输赢，要输赢什么意思？他就说来啊，金马来全部插到路边，来金马啦，来，他开很慢嘛，来啊，哦，意思就是这样，就是要玩 gay 了啦，丢了垃圾还怎样，又生气，再要说跟人家玩 gay， 所以今天假设我开过去，或是我贴过去，或是我直接靠路边一停下来，两个人就下车，哎金马，哎闪我大灯，哦这样，台湾人有时候很敏感，大灯、喇叭都不要乱按，因为大家都很敏感。随随便便弄了以后，就玩 gay 了。我不站车种，只是刚好他们都是亚瑞斯。然后我只能说后面那台丫丫可怜呐、啊，你只闪一下 ，OK， 就这样子。来下一个，教你如何滑胎车跟越野车真正的骑法哦。当你觉得台湾道路太塞的时候，哦，请走出自己的那条路。没错，哦，骑上去。哎，为什么我一再强调？是滑胎车、越野车，哦，因为呢，是我的，不要乱试哦，你懂意思吗？看有没有怎么样？那至于这个呢，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意见，哦，可能觉得说啊，干那个人这样骑，哦，骑三宝啦，啊，但是后面那台车他也是很大胆，所以我只能跟他讲说啊，不要随便乱跟呐、啊，跟不上不要勉强啊，倒数两个。哇，这个是最近很红的吗？这个花书花吧，书花书花说，我刹不住，刹不住，哎、欸，直接下山去啊！是的，注意落石啊，也要注意落人跟落车哦、啊。在台湾，看今天三宝是怎样，落人跟落车都是基基本本的吧？但其实这边还很有教育意义，为什么呢？其实很多人在山路上面啊，看到直线多少会骑快一点，有些重机呢，其实有时候你真的油门一吹啊，那个速度拉得很快，所以我常跟他讲，骑重机要有敬畏的心，尤其是不熟的路或者是山路，都要去刻意的慢一点，因为什么？你不知道路弯，很多人就想说，哎、欸，看，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直滴滴隆呢？又不是台北，啊，不是台北滴滴隆，为什么花莲也要滴滴隆呢？很简单。因为正常的新手或是在很大部分的人，当你车速过快，你要入弯，你发现你减不下来的时候，都会僵直性紧张，你眼睛往哪看就会往哪走，你一害怕一直盯着护栏，然后你整个人就是呆住或是傻了，吓到了，你发现你就是刹不住，你就是会直直往那边去，这是要训练的，就是你要下意识马上就去凹，然后或是再喊点刹车，你要这都是需要经年累月的，反正就是这样啊，骑车这件事本来就没这么简单，麻烦各位骑慢一点啊、哦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，哎，老呆了！哦，这个好满满的人情味，满满的哇、哎，追上去了！哇，我喜欢，我就喜欢这种追上去的。来，看一下怎么闯红灯，很好玩是不是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他妈差点撞死我啊！你没有看到那关我屁事啊！直接你闯红灯欸！来看三宝怎么回事啊！你道歉就可以解决是不是啦？还是我要检举你？我跟你讲，你下一次再这样哦，就不是那么简单欸！啊，不然你检举啊！哎、欸，他妈差点，差点真不用回家欸！差点不用回家。刚好，发现没有？背景是什么？礼仪社，太刚好了吧？哦，来，我们再看一次。哦，红灯，哎，老呆了。
看到没有？直接在半夜直接闯哦！很多乡下就是这样，会直接他觉得哦，反正这边没车，车辆很少，就直接冲了。然后三宝态度是什么？来，你可以再看一次，你可以看到刚刚的反应是什么啊？对不起嘛，你知道最讨厌是什么？就是这种自我说是还是说啊，不然对不起嘛？看那个真的是火更大了，火真的更大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再听最后一次就好了，最后。我都不讲话给你们听。哎，闯红灯很好玩是不是啊？不好意思，你他妈差点撞死我啊！你没有看到那关我屁事啊！你闯红灯呢、欸？啊！细节在哈的前两秒，你注意看、啊、那三把直接这样，他不耐烦呢、欸，他不耐烦哦，他觉得说鞋拍傻啦，你知道他感觉是啊不然呢、欸、啊我就闯了，你要怎样？你知道吗？很多三宝就是忽略掉这个东西是会死人的，这是人命，这是危险，所以这就是台湾可怕的地方哦。大家完全忽略掉哦，我只是闯个红灯而已，哦，我只是怎样而已，大家忽略掉这个可能造成一条人命的伤亡，这就是观念的落差，认知的落差，可怕了吧，各位，可怕了吧？这个先生这么生气，拿他很善良的放他走，我只能说赞，你很好啊，你也运气很好，但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上这节三宝就到这里，耶！喜欢吗？赞不赞？赞不赞？赞不赞？赞啊，好不好？赞的话加个会员，好不好？按一下加入，按一下 ，OK。好，那投稿也可以啦，好不好 ？mail 给我，康康拜0719 gmail， 不要 mail 给我那个卡兹康那个 mail， 康康拜零七 ，OK， 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